好，这一节我们就来谈谈美国普通人的基本价值观。美国普通人的基本价值观，首先是个性自由、自力更生和尊重隐私。但关于他的基本价值观，有很多美国学者对美国的基本价值观进行了总结。一般来说，他们概括为三套基本价值观。现在我们讲的就是它的第一套，就是强调个性的自由、个人的自由，强调自力更生、自己依靠自己，强调尊重隐私，尊重自己、尊重他人，也要求他人尊重自己。我们知道，美国文化有三大源头，这三大源头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清教主义。我们一看这个美国文化的源头啊，它都是来自欧洲的。我们从自由来说吧，就要自由这个字眼，什么时候开始说的？古希腊时期。我们知道希腊罗马文化是西方文化的源头，所以谈到西方文化，肯定言必称古希腊，言必称古罗马。那么最早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记载，就是古希腊悲剧家，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他在目睹了希波战争的时候，他听到了当时希腊将士们的高喊声，这些高喊声里面就充满了对自由的这种呼喊。为了自由，希腊的子孙们为了国家、子女、妻子的自由，为了信仰自由，为了祖先的陵墓。这段话来自汉密尔顿，一个德国学者写的一本书，叫《希腊思想》。那么，古希腊时期最伟大的政治家叫伯里克利，他在希腊将士这个阵亡将士纪念的场地上，他有一段讲话。要自由，才能有幸福；要勇敢，才能有自由。我们从他这段话可以看出，他把自由和幸福和勇敢联系在一块儿。也就是说，人的幸福它建立在自由上。为什么西方人把自由看那么重？比如说吧，如果我们单说，如果我们温饱无忧的话，那么动物都可以达到。我们可以把它关进动物园里边，给它吃的，给它开空调，都可以的。但是，动物和人是一样的，他们要追求最大的东西是什么？自由。所以，我们的动物保护主义者才会经常把圈养的动物拿出去放生。人那就更不用说了，人是渴望自由的，人是追求自由的。这种自由的传统，我刚才说是来自古希腊罗马传统，同时也来自后来的日耳曼人的情操。我们看中国有位学者徐新写的《西方文化史》里面，他是怎么描述这个日耳曼人的情操的？日耳曼人的个人独立的情操，一种除满足自己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动机，不惜一切危险而表现对自由的热爱，成为欧洲近现代自由思想的源头。14世纪，瑞士的一个民族英雄叫威林特尔，他带领农民起义，被镇压了。他在刑场上，在回答奥地利统治者的提问的时候，就问他为什么要起义，他斩钉截铁的、简短的回答：“为了自由。”那么，欧洲在文艺复兴之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民族国家兴起、启蒙运动这一系列的运动，都是在宣扬自由、人权、
啊，当时叫民，就是平等、自由、平等，啊，宣传这种思想，民主宣传。就文艺复兴之后，他们欧洲经历了1000年的黑暗时代，那么这种思想影响了整个欧洲。我们知道有一位诗人，著名诗人，匈牙利诗人叫裴多菲，他有一首诗是这样说：自由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首诗被全世界引用，包括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比如说方志敏，在被逮捕的时候，被反动统治阶级逮捕的时候，他也用了这首诗。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为了全中国人民追求的自由而奋斗，自由之源来自欧洲，但是它进入到美国人的骨髓里，而美国人的自由，在结合了北美的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他们个人奋斗史，还产生出跟欧洲不一样的，啊，有区别的一种自由，或者按外国人，包括欧洲人啊，法国人、英国人来看美国的自由，有时候欧洲人都感到有点儿搞不懂，啊，感到迷惘。有一位美国社会学家是这样描述美国人的自由的：自由也许是美国最响亮、最根深蒂固的一种价值，在现实生活中，自由的意义却是不让别人过问自己的事，不许别人把他们的价值、想法、生活方式强加给自己。所谓自由，不单纯是不让别人过问自己的事，而且还有认识自己的个性、维护自己的个性、决定自己的生活目标、尽量不受家人、朋友和社会追求一致的倾向所影响的等等这些内容。法国有一位政治思想家、史学家托克维尔，19世纪上半叶考察了美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他写了一部书叫《美国的民主》，这部书成为历史上的学术名著。那么在这本书里面，他创造了一个新的词汇叫个人主义 （individualism）。据我所知，就是他这本书之前没人用过这个词汇"个人主义"。而他专门论证了，就是美国人的个人主义跟我们所理解的利己主义、利己是有区别的。当然，个人主义的极端表现就是一种利己主义，但是就个人主义而言，并不等于完全是自私自利。个人价值、个人意识、啊，个人控制、啊，这个我们说的自我控制、自我意识、啊，自我价值。啊，这些都是跟这个个人主义相关的，就是怎么表现自我，怎么表现出自己的价值出来，让别人承认，这就是美国人所认识的个人主义。当然，外国人不了解美国文化，很容易把美国人这种个人主义看成是利己主义。那么，托克维尔在这本书里面，他就专门区别了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区别了。那么他是这样说的：这些人无赋于他人，也可以说无求于他人。他们习惯于独立思考，认为自己的整个命运只操于自己手中。美国人的个人主义就是表现的是独立，就必须要独立，就是不求于他人，当然也不要他人这个欠了他们，这样你才能得到自由。这是他们理解的这种个人主义，那么不求于他人，那你必须要自立，这就是个人主义，或者是个性自由，你要付的代价，你必须要自立。自立首先是经济上的自立，第二思想上的独立。举个例子，当你还是个小孩的时候，需要父母监护的时候，你必须要听父母的话，为什么呢？你在经济上要依赖父母，在思想上要依赖父母。你是不成熟的这个时候，所以你要听父母的话，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当你满了18岁成年之后，你有了能力自己出去工作，自己租过房子，自己结婚生子，你成为一个独立的人，然后
组建了一个独立的家庭，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独立于你的父母，你父母就没法来干涉你，他最多可以对你提出建议。在美国尤其如此，成年之后父母对自己的子女几乎不能干涉，也不愿去干涉，就是我们《增广贤文》里面说的，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驻马牛，这是我们中国古代老早就说过。我们中国人古代也强调自立，我们有一句话嘛，以及里面的思想叫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如果说自强不息这个思想是普世的话，那么厚德载物更具有东方文化的特点，更具有我们中国文化的特点。那么自强不息那就是自立，你必须要自立。所以自由，你要追求自由，你必须要自立，自立经济自立，思想自立。你要追求自由，你就必须要欣赏和拥抱我们说所谓的孤独，因为你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干，什么事情要独立思考，什么事情你要做到不求人。当然美国人说的这个独立就是不是绝对不求人，他们是有一种理念在里面，就是尽量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叫 do it yourself。 因为求人做的话你要依赖于他人，还有呢经济上也不划算，你要在美国我们都知道人工费用很高啊，人工费用很高，你什么事情如果都学会自己做不求人，那么你第一你可以自由的安排时间，自由的安排工作，第二你也可以少花钱。所以美国人所理解的独立还有这层意思。在美国人的头脑里，如果一个人通过炫耀自己的家庭的成功来炫耀自己，那么一般会被其他美国人耻笑，认为你是无能啊。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好汉不提当年勇，在美国更是如此，你不能去炫耀自己家庭的成功啊，你必须要靠自己的努力来取得成功。现在我们就引用美国这个独立宣言起草人，美国政治思想家，也是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说的话。杰弗逊说，依赖他人一定会带来低三下四的恭顺和唯利是图的小人行为，并会扼杀美德的萌芽，为野心的塑造准备实用的工具。我觉得杰弗逊这句话非常有道理，他这句话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我的外祖父对我的教育。我外祖父并不懂美国文化，外国文化都不懂，也不是一个什么学文家什么知识分子，书只是读到私塾读了几年，就是刚刚扫盲，但是他有传统中国思想，他从小就教我要一个人一定要独立自主，要勤奋简约啊，不要好逸，千万不要好逸恶劳啊，好逸恶劳啊，依赖他人，人很容易变懒惰，很容易产生罪恶的思想和罪恶的行为。当时他就是这样，很简单的说，我小时候就受了他的影响。长大之后，我研究到美国文化的时候，我发现我们中国人的思想里面也有这种思想，有，啊，我们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是中国原话啊，自力更生，发愤图强，中国古话就有。啊，不是外来话。现在我们就用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话来说吧。他说，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好汉。这句话说的多么的好，这句话是我们中国人的思想。那么我们可以找到我们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美国价值观相通的地方，这就是我们说的普世价值观。全世界人民啊，只要追求积极向上善良的人民都应该有这种价值观，都应该是差不多的价值观，这就是我对这个文化价值观的基本看法。
当然，追求自由也好，个性也好，独立也好，我们同时也要尊重他人，尊重自己，就是隐私。美国人对隐私的尊重是非常特别的，就是可能有别于我们东方文化，因为我们东方文化更强调集体性，啊，我们集体啊、家庭啊、群体啊。西方人呢，由于过分强调个体，啊，从文艺复兴之后，美国人更强调个人自由，那么他们的这种对隐私的这种观念，给我们中国就有点差异。在美国，为了要尊重别人，你是不能随意去问别人的隐私的问题。比如说，哪些是隐私呢？收入、年龄，尤其对女性的年龄，中老年女性更重要。年轻女性还稍微好一点，没问题，因为年轻嘛，她不怕你问年龄。我19，我23，I'm 23，I'm 19，她很骄傲。但是到了30多岁、40岁，你问年龄，问女士年龄要小心点，确实这样的。因为我多年在教这个欧美学生的课啊，给他们上课，我是体会到的。年龄刚才说了，收入你不能去问，哎，你爸爸是干什么的？人家可以跟你说建筑师，他一定挣很多钱吧？挣多少？对不对？你可以问他职业，但别问他挣多少。一般美国人不喜欢说，不会跟你说我父亲年薪多少，不会跟你说，这也是隐私。还有就是宗教，啊，种族，这些都是敏感问题。比如说，你在一群美国人中间，你不能去讨论我对哪一种种族有什么看法，啊，比如说我对棕色人种，那我对皮肤偏黑的，或者皮肤偏红的，或者黄的，或者太白的，太白了，你说那个白的嘞，像病人一样，你这样说的话，人家就很不舒服，认为你这个脑子里面有种族歧视观念，所以种族问题在美国是一个敏感问题。还有宗教，你可以说我不信教，你说我不信教，但是你千万不能批评某一个宗教，啊，你不能批评，啊，更不能把某一个宗教和邪恶连在一块儿说，这个是不行的，这在美国是非常敏感的。但是相反，在中国，我们有时候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反而还比较胆大，还无所谓，因为我们并不是多种族，我们最多是多民族。但是我也经常给我学生说，我们是56个民族啊，我们作为汉民族说话，还是应该小心点，别乱说，因为我们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构成的一个民族，不能反映出大汉民族主义的那种态度，那种就不好，影响民族团结。那么总结起来就是：重个性、重独立、重私权、重私利、重隐私、重实践和重行动，是美国式自由的内涵。它直接传承于 Anglo-Saxon 的这个传统。当然，如果追溯到古代，还来自古希腊的传统。在美国，宗教上的个人主义体现在信仰自由之中，经济上的个人主义体现在自由经济体制之中，文化上的个人主义体现在人本主义思想之中，政治上的个人主义体现在民主理念之中，思想上的个人主义体现在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之中，社会生活上的个人主义体现在尊重个人隐私和维护公共秩序之中。家庭生活上的个人主义体现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和相互平等之中。当然，谈到自由，在美国不同的种族可能有不同的体会。如果你问到美国黑人关于自由的概念，他的体会肯定跟美国白种人或者美国白种中产阶级以上的人的体会不一样。现在我们就来看美国20世纪一位著名的诗人，黑人诗人南斯登休斯写的一首诗，这首诗是关于自由的。我们来看他的感受，他的感受代表了美国很多黑人的感受。
马丁路德金对自由的这种追求和他的感受，也代表了很多美国黑人的对自由的感受。南斯顿修斯在《像自由这样的字眼》这首诗里面这样写道：像自由这样的字眼，说起来美妙香甜，自由之歌抨击我的心，从早到晚，一天又一天。像自由这样的字眼，差一点使我流出泪来。你要是有我的经历，就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这叫 Words Like Freedom， 叫像自由这样的字眼。这首诗我们从这首诗读出来了美国黑人对自由的感受，是有很长一段的辛酸史。好了，关于第一套美国普通人的价值观，个性自由、自力更生和尊重隐私，我们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